我丈夫。 婆婆，给您请安。起来吧。幸亏你日日请安，好好服侍，这些天我胃口大减，这身体也清减了好多啊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婆婆您这瘦了以后，身材更标致了，看上去年轻了十几岁。 你说什么？我夸你呢。儿媳妇叶昭，成婚定性。婆婆下午好。 到底要干什么？